看这个旺，这现在我们楷书的写法。那在草书上面呢，我们取之前隶篆啊的写法，这个旺啊，上面一个人啊，这个框子里头，底下个女啊，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形来写，这个形来写，我们的人字啊，照写取它的形，用行书的写法，让女过来，好，这块一笔，好，那这样写法就。